好 ，OK。OK， 可以。剪刀的不用。在上面按钮。或者放在旁边。对的。可能发那个对，那等一下，好，让我翻找一下那个有个翻。好了。上面有盖子。好，后面是那个啥，接两个啥。挺好的。放这么大，它主要是会超过水饺皮，不太好包。下去留一点点就可以。上面应该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然后刚刚就在做的，可是我想说你们太早来的话太累了。对，因为我已经煮了一锅了。你这个是要扔掉的。对呀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可以。好，你。把它烫熟，大姐。对。嗯，我这个动作比较慢。
前采访的时候还有一次切到自己的手，小心啊。然后只能硬撑着，有没有？眉头都没皱一下，然后把它拍完。后来哭了吗？没有，不哭了，只是觉得很好笑，太丢脸了。没有，这个是很。郭姐身子还有在哪边？我去，我先去拿。补一下料而已，没有关系。我妈第二条都已经快搞完了，我这第一条还没搞完。我们顺着再认真的再去选一点。对，所以这每个步骤，我姑娘都付出她的。真的只有我妈妈说：“哎呦，去做吧。”贴够不够？够。你要再加点水。更 Q， 有弹性，柴。好，就这样。感谢，真的很贴心的。那个凉水，就是咖啡的。啊，风就特别多。再说这个，看到他十二分，他给他几个五条，好。一样都。正常来讲的话，我们还有炒糖色，不然太麻烦了。他都能做，那别人。因为他刚从锅子里面捞出来，先把它。好看哦，那个又漂亮。耶！哇，这么好看，这一颗也好看。放凳子了吧？好，谢谢。要葱花的。哦，对，有葱花的那个。没有，它冻着呢。摸一摸很有戏。对，人呐，真的就是从这上。对。快招。
好不好？对，硬。嗯。对呀。我的。就算是的。不要笑。哎。还是硬。没事儿。嗯，还是有点硬。这已经提刀解冻一天了。正常的颜色，哇，好，哦，一只，哎，不肉质，千万不能倒。跟你那个加热的不一样。吃完以后比较之后差好。你找到了吗？这是肘子花。水饺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哈。外带的吗？对。好。